喂，出发了吗？调查组还有半小时抵达战场，你要是迟到，肯定罪加一等。放心吧，我不可能迟到。我去买杯咖啡。我真怀疑你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液，是咖啡。我来患者，那得管你可好时间。行，去吧。打包开始，就开始喝。好。嗯，我看了，这些都是最新的设备，如果引进可以帮很多。白医生，嗯，老样子。好的。嗯，真幸运啊，白医生，这杯是皮特格最后一杯了，方子也帮您加急了。是吗？谢了。也可以这样说，高投入如果可以换回更多患者的生命的话，这个投入就是值得的。嗯。啊，对，我这就过去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嗯。你走路能不能看着点？对不起，我这杯还没喝，要不我赔给你吧。不用。抱歉，先生，我把钱赔给您吧。我说了不用了，那个豆子不一样。说了你也不懂。先生，这是咖啡的钱，这杯咖啡没有喝，赔给您。我赶时间，抱歉啊。哎喂，你们做推销的眼里只有钱吗？抱歉。那个落款写的清清楚楚。你弄砸我的咖啡还找警察？警察不是我叫来的，处理好自己的事儿吧。我赶时间，抱歉。这事儿是你的呀？哎，是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去买了杯咖啡，就停了5分钟。都像你这么干，5分钟路还走不走？哎，什么呀？赶紧把车开走。哎，好。好，邻居啊，他食物中毒的症状基本上已经缓解了啊，但是还要需要再观察24小时。嗯，好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谁今天要来了吧？来了吗？还没有。护士长，白竹在路上遇到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，我们安排一下接诊。好。分诊吗？我是急诊的江山。我们要收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，对，请你准备心电监护、吸氧、和平床。1毫克肾上腺素进推。
白竹啊，这哪位啊？不认识。白竹，你也在啊？这就是那个患主动脉逗留的孕妇是吧？是。情况怎么样啊？情况已经稳定了，还要等彩超结果。啊。对了，介绍一下，白竹。我知道。急诊科代理主任陆妈。没礼貌。陆主任你好。哎，你是？我是肖燕，抱歉我来迟了，路上遇到这个患者。洛桑大学附属医院回来的肖燕。啊，欢迎你，肖医生。这也太帅了。要不是我坚持，患者现在还躺路边呢。行，都赶紧去忙吧。这哪像个医生啊！国外回来的，跟咱们不一样。你们看，主动脉窦瘤已扩入右心室，随时有可能因心衰而猝死。看到了吧？要不是及时送到医院，现在就已经是一尸两命了。好，我承认，这一次你的选择是对的。承认就好。但是在不知道患者病史的情况下贸然的移动患者，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拿别人的性命做赌注，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。所以下次如果我还是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我还是会坚持我的选择，也是作为一个医生该有的选择。嘴是真的硬啊。结果的正确并不代表程序的正义。医生的正义就是治病救人。患者现在没事，两位赶紧去换衣服吧。说的我都想看看那新来的女医生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更想看了。有些人觉得自己失宠了。失什么宠啊？以前不管喜欢也好，讨厌也好，大家讨论的都是他。但你看看今天，大家讨论的都是宵夜，他不再是所有人的焦点，失宠了。那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家白竹在我眼里永远都是焦点，是中心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在啊。她就是新来的女医生了，还挺漂亮的，绣花枕头一个，是挺好看啊。哎，你有点赤裸裸了。我看只有你把她当成了中心和焦点吧。齐渊，你是不是有想法呀？人家人长得漂亮，又是从国外回来的，一看就是好医生。什么好医生啊？啊，兼职卖医疗设备的医生，这你也敢信？他要是去救患者，2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，他不得让患者掏2000啊？算什么好医生？你好。接着说啊。哦，他不是在说你，就是在说他。哎，你别说了。请你不要再继续发表有辱我名誉的言论了。我只是实事求是。没错，今天我身上确实装了几本产品介绍书。我之前呢，虽然一直在洛桑大学的附属医院工作，但后来我去了西亚做无国界救援，那里接触不到先进的设备，但是现在 EICU 都是最顶尖的设备。我想了解一下我未来的工作环境，这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完全没问题啊。还有，今天早上我跟这位白医生是第一次见面，我并不知道门口那辆违规停的车是您的，我也为今天早上不小心碰洒你的咖啡跟你道歉。